你敢信？只要把这个小东西安装到排气管上，普通汽车也能秒变跑车声了。先看视频。准备好了吗？这也太牛了啊！买了啊，也就花了我这么多，你们接不到吧？我咋就不信这东西就能秒变跑车声了？这材质应该是个铝合金的材质，可以看啊，这东西这个位置带了一个哨子，应该就是它能发出跑车的声浪，看看能不能吹响啊？这啥呀？这也不是声浪的声音呢，这不就是个口哨吗？这要是出这种声音，那岂不是尴尬了？那么咱们出去实测一下啊。Later。那么据说这届网友猜车特别厉害，给你们看看轱辘，你们猜猜我这是哪一款豪车？接下来咱们安装上，应该是把这头放到排气管里面，然后这边用螺丝给它卡住。好了，接下来咱们就听听效果啊，可千万别吹口哨就行。媳妇儿，踩油门，再踩，使劲踩。哇，这怎么，这不还是在吹口哨吗？好像可能是没挂档的原因。接下来我挂上档，让你们听听什么叫真正的国民超跑。我操，兄弟们！搁哪呢？这超跑的声浪啊，这明明就是口哨加放屁的声音呢。不是，我就想问一下，到底是这个东西不行呢，还是我这个车不行啊？没出来效果呀。